老啊，我要说是拖鞋先动的手，你能信不？你说我能信吗？知道破坏东西的后果是啥吗？不知道啊。比利，上加法。好嘞，三三，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二加二呢？四。妈妈，加法吃不了三三啊，要不然咱用减法试试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我帮你收拾他。都给我滚！咋了？又说错话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咋整啊？这又咋的了？愁着了呀？明天狗友聚会，每个人都得上台发言，分享养狗经验。我这正愁说啥呢？胡说八道是你的特长啊！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我给你出个招吧，不用发言。说来听听。你就说你痔疮犯了。滚瘪犊子吧，痔疮犯了跟发言有啥关系？那咋没关系呢？使劲说话痔疮就疼。那我说我牙疼不行吗？参加聚会你说牙疼，人家吃你看着呗。滚！有道理。听我姐的，没错。别忘了打包点回来啊。哎呦我的妈！